谢霆锋呢日出席连锁快餐店活动，推出自家创作嘅港式风味汉堡包。提到好友吴彦祖早前就为十二度风味做嘉宾，霆锋仲铺咗佢哋而家同二十年前嘅对比照出嚟，两位男神根本就一啲都冇变啊！咁你哋又有冇机会再合作啊？绝对希望系我哋都倾紧一啲特警衫啊，咁样嘅题材，希望真系可以带到俾大家。至于讲咗好耐嘅香港演唱会，而家应该有望会喺出年举行啦。坚持紧，拗紧好多细节啦，19尾咁啦，我希望。